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火车车厢内，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正在进行。担负押运任务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预备党员马斌荣向党旗庄严宣誓，实现了自己成为一名党员的心愿。在执行任务中经受住考验，成为一名正式党员是我终身难忘。我今后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完成好各项任务。针对押运任务时间长、流动性大的特点，这个仓库将党史课堂搬进押运专列车厢，把红色故事制作成党史口袋书和微视频，让官兵在执行任务中边学边干，边思边悟。让党员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在大项任务中经受历练，接受考验，切实让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在官兵心中落地生根，在实际工作中走深走实，